我跟吴又希，你赌盘下谁？运气，运气。人生的路上，我选择又希。有没有人问你连选路？来抽签，抽出另外两位啊！你要再讲，我不要跟徐凯熙。吴又希，哎，吴又希很强，吴又希很强，很强。因为他唱很多歌。我不要跟吴又希。哎，不不，那怎样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没有，他刚抽到哪里两张？所以何宇文。哦，来，完了，我不想跟灯辉哥，我最怕你耶。我跟吴又希，你赌盘下谁？运气，运气。人生的路上，我选择又希。有没有人问你连选路？好吧，有人问了吗？没关系，但是还有赌盘，赌盘的部分，我也是选择又希。哎，二度伤害。全部都是又希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种多珍贵的老朋友。对啊，我们认识三十几年了，而且很纯啊，你们很纯，三十几年朋友。当年他出道十几岁，有哪一个大哥不会想要来一下勾一下弄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见证了宪哥的历史。我连他的电话都不屑要。当朋友嘛，真心真意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两位请出第一道题目 ，Go。遥遥微光，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很熟耶，我没听过哎，哎，这个是比较新的歌啦，比较新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他的副歌可能听过，他前面这一段我没有听过，哦，又是，哎呦，这个比较新，真皮，有答案哦，这个我会，哎哎哎，眼睛注意，哎，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，OK， 好，请亮答案，叫做星辰大海，好像哦，天哪，漂亮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抖音神曲啊，已经是两年前了耶，对不对？抖音有70亿的点阅，哇，厉害，难怪我一直看。是你的手背范围，他比较年轻啊，我比较老。抖音的歌曲，来音乐出来演唱一下《星辰大海》。下一分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长的身影。这个好像也是，这怎么有种我自己是抖音歌吗？南山飞舞的铅笔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旧歌啦，这是旧歌。小时候的，对，我们小时候。有。哦，有了吗？小时候的。三秒。我知道这首了。哇。我知道了。好好好，我们知道。我们知道你知道了。知道。他好厉害，他。我觉得应该是这首。他用板板。但我不确定。板板挡住 GoPro， 他的演出是一段。我太紧张了。好，看。那我猜那好，亮答案，三二一，是这个吗？什么？老鼠爱大米？不是啊！我以为是很熟，刚刚。好，正确解答是樱花茶。不好意思，来，我这边淘汰，来淘汰区，恭喜 ，Game Over。好，我们吴又希晋级。